较实在。那全身没有，或者是天宇啊？啊，直接去看做装备的就知道了。他应该会显示问号问号吧？直接去看那个生态调查不就知道了？你是说破坏部位获得什么，是不是？不用啊，那个他会写说哪个东西可行啊。不是破坏尾巴、破坏头部可以得到什么那个？就是第三页的那个啊，他会写说几颗星。没有哎、欸，猎人笔记没有第三个哎、欸，那就是还没那个调查还不够高啊。啊，我连只有看到生态而已啊。本来七偏偏他很少的客户，没有，我还没找到。我想要你们打比较多，叫你们直接去看啊，结果你们都没有。我们打比较多，只有再打一个啊，荒那个啊，龙岩地带而已啊，没有一只狂打金丝。哎、欸，有嘞，我有嘞。他什么？黄毛吗？黄金的黄毛？应该是黄毛，应该比较稀有。不知道、欸、黄毛鸭头。黄金的黄毛，不知道是不是、欸？不知道。哦，黄金的黄毛是不是？我也有拿到波什素材，因为他没有写星数，所以实在不知道。我重开一下，好，我把那个关掉。哎、欸，我有星狮子五个奖，哎呦，两个人，没有两个人，飞舞。气成这样，也没有气啦。内容，只是想呛一下而已。本机档案，浏览本机档案。然后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我要去厕所。桌面。好，那我也去一下。血量模组删掉。可是，SSUI 这个删掉，这样就好了。开始游戏。奈斯，啊，你在吗？咦，嗯，现在不是好像有公开那个小屋对吧？对啊，嗯，等一下，我还在读取。你那个有设公开吗？我没有去用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还没用。嗯，在选项那个。前线据点的小屋，沟通交流那边。哎、hey ，你小屋有弄有去看一下吗？看什么？要看什么？那個、他们不是有新增很多东西吗？新增然后嘞，还有那个场景。他不让我进小屋哎、
进入失败，干嘛？我被锁在家门外了吗？为什么？啊？我要这样子进是不是？直接用那個，我飞得也飞不进去，我被锁在外面啦！还是你要跟猫咪讲话？没有，我讲过啦。还能讲什么？啊，那就不知道了。追加内容。其他小屋不行，玩家的小屋不可以进。不然你可以进我的吗？温泉银河吉祥物套装。什么吉祥物套装？阿宅，你可能要去慢慢找。我是有发现他有多好几个家具。我知道有多啊，啊只是我进不去啊。不然你来进进看，反正跟他讲啊，哭啊，猫咪。啊，你选项是吧 ？ESG， 然后沟通交流，最后一个，然后可以去探访小屋。哎、欸、，nice 啊！白痴哦，是这贴图哦。看你。哦，还有音乐呢。有啊，有点唱机啊。我选这首的。上面点唱机在上面。贴图有够嘲讽的，我要用。结尾音乐曲。登录捷径。那个就是点唱机啊，超古典的、欸。哦。啊，这个那种场景是他新生的。啥？吃啊？休息。应该也可以喂食，喂食用剑，对，还用啥的？哦，然后面有温泉，后面哦，对，后面我放银猴啊，啊，因为它有点设计不良的问题，因为它一次只能放一个东西。那、啊、你数量不足就只能放那个数量。为什么进入失败？毛级。哇、哦。黑色和绿色。等一下，你们是没接任务，还是我进错集会所？有可能、哦。还没。我们还在等，我看到大家忙完了、啊。哦。看一下，啊，这个标准怎么用？继续什么？对啊，多打一点，多打一点。语音聊天，白痴哦，关掉。好，接了，接了。哦，看到金狮子了哦。竟然是你的那个帽子啊？对啊。我都还没更新呢、啊，可能、喔、要再去载新的才能用。虽然我每次都问说怕什么，还是打开书来看。接任务了。HTT， 嗯，你看这个贴图。来呀、啊！你用了吗？没呀、啊。时段没看到的呀。你用在哪里啊？我发全队不是吗？对、啊，我看到啊。我没看到哎、欸。你屏蔽我。还是就机会所以啊。我没有屏蔽你啊，我就是全部没看到啊。
你可能只用到机会所以啊。看到最后一个就是奈斯任务参加据点内，难道这个吗？这个样的。我要用据点内是不是？这个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看一下，你说那个新的 DLC 加起来快一个冰原了。嗯，我觉得是啦。我知道那个小屋还蛮……不是因为他的一些装饰物一个就100块，这是买一个公仔、欸。对啊。哦，刚你说公仔那个我没有太想要，就是那个我非常想要。啊？你要买那个 DLC 哦？他想买啊。是等他有组合包的时候啊。也是啊，等到有特价什么的，都会出人命、啊。买完之后出人命。我现在才看到金狮子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！辣椒。九号，就是直接被开红了，对吧？水潭，哎，哦，我捡竹鸡，有没有竹鸡呀、啊？有，这里，我这里，有看到了，哦，一个，还有吗？前面，哦，有看到了，哦，有了有了。哦，被开红！不要开红啊，捡足迹啊！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，我没看到。很笑、哦。所以我的队友忙完了吗？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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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。谁知道你最后被丢包啊？我刚就跟你说我在打。我说谁知道你这么会厉，这么厉害？咻！你要墙壁吗？是啊，我在墙壁啦。我刚到，我装一下皮弓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爆剩一个石头。没了，房间里面就很多水球怪。是吗？他就是想要你们生的石头吗？好啦，什么女生的石头，我也想要。好，我也要再撞一次。对的，好，我来。这边撞得到吗？还是要我开？好，靠你了。这里啊。可以嘞，这边可以。哇、好，应该再一下的。这看起来比较像阿强骗的。是阿强苗条呢，还是他不会撞呢？不是，是阿强苗条呢。哪位置跑？有了。No， 阿强近视的。哇，被趴成。哎呀，被整走了！来来来，
啊，三七啊。你记得把闪光弹拔掉、哦。我拔了。嗯。还是他脑门射出闪光弹。各位你好，你好。哎、欸，这是阿轰是不是也有点瘾？阿轰，我们不是有大金了吗？啊，那就算了，好像有哎、欸。小雨球罐在哪里？我们打过。对啊，而且好像是非我们要打的魔物找到的。对啊。我们每次是在。我们不是我们要打的魔物的时候找到的，都是赛人科技害的。快受损伤啊！阿轰，快撞他！啊，他走了啦。哎、欸，他扶墙了。对啊，他刚被我波位破坏就扶墙了。哦，这招什么？他用翻筋斗打的、啊。直接又被一嘴喷死了。到底？刚捡回来四号就被回来就被喷死。走不断。他跑好快呀！没主机。跑去哪里啊？足迹，足迹，足迹。哦，调查报告。不要太高兴，不一定是。红龙的。哎呀，谁要骑乘啊？有猫咪。我正在准备骑乘啊，他跑去趴那只大雷尔。哎呀。在拼情深中。好了，雷恩，你等我做个石头出来。哎呀，雷恩，你好不好？哇！猫咪，有，我刚就有说有没有人要骑乘？我刚有在拼啊，只是你们，只有那我一定是骑乘不了那一个。骑到，我要骑到。猫咪还不做事。猫咪好像不喜欢拉奖。啊有，有了，有了。那我们也可以参与拔，有没有拉拉那个拔河？这样谁要输出啊？给你们啊！拉我啊！哦，就是有玩家才可以拉更久一点点。哎呦，好像也不错呢。然后拉完之后，玩家自动回营地。好呀。毁灭的喷射白光，等下又有蚊子，好、哦，他死了，快挂了，我靠，好快，啊，算了，我去点焦炉，哎、欸，红哥你怎么在这兒？
我也看到骷髅头了，我怎么？你看到骷髅头？哎、欸，我也有哎、欸。骷髅头嘞！哇，他终于修好了吗？欸、修好了。还是是佛心更新？有可能。哇，这个更新，我们去那个吧，留言。更新不只有队长可以看到骷髅头了，太佛心啦！我要去留言，为什么要让我看得到骷髅？啊，睡了吗？啊，睡了。那种是轰隆的啦。叫醒他。好。好，给你。好，再会。那个是轰哥的，连他睡觉的地方都是轰哥。我飞。有欸，黄毛欸，我原本我就有了、哦。我觉得黄毛好像不算难拿欸。我对啊，应该不是、啊、原本有五个哦，六个、七个。他的素材好像都没什么难拿欸。哇，他好像就是平均的、欸，跟金火、银火一样，都是平均的。感觉黄毛不用拿，去拔就好了。集成多偷偷多拔几撮。我不然来打巨魔拿。好啊。要打谁的？其实我们进度都差不多啊，就是看要重新升还是继续升你们的、啊。什么叫重新升？重新升就是打我的、啊，就一样一没差。你打你的，我们一样照升啊。好啊，那不然就打我的、啊。对啊，而且我们还升的搞不好更快。对啊。我讲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也拿到金狮子嘞，棒哦！可是奖励都好肥。我、哦、有哎、欸，四个人的捕获五个奖励的，哇，好棒的！哦，解除固定，你看好。啊，我是整理一下包包。垃圾！我有龙炎龙，巨魔。哎、欸，要不要打看看？啊？龙炎龙啊？可以啊。对啊，因为那个不一定会出啊，那个素材。你是鲤鱼龙？龙炎龙。哦。吓我一跳！我想要怎么问？我有龙炎跟暴锤啦。我想打碎龙。那看你啦。碎龙。就看你喽。碎龙要几级啊？我看一下。那也要我们有打得到，因为这是免费的啊，有暴锤跟龙岩、啊。就先打、啊，就先打你们的、啊。那我开啊。碎龙要在 L B 二 L B 二就有。讲什么？讲什么 ？L Level Two。四 Level Four。所以四还是二啦。二。那是什么？哦，是不是的四哦。四，没错。来斗手，还没，不好意思，他最后一个突然卡住了。紧抓螃蟹，有。好，到了。好有逆境体力这种东西吗？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我还没打到更换道具，我看不到了。更变装备，逆境，好像没有。那我换别的好了，我就看到那逆境攻击，逆境降阻，没有。Thank you.
是。我有机会啦，因为我现在调查报告的牙龙总差一个了。就有金狮子了。地学组好。我听到妹妹的声音了。完蛋了。妹妹，你为什么不来挂台？哦，你打的我走过去，我有伤害欸。你有伤害？对啊。怎么可能？我刚使用一个人就可以死了。他就一直在这啊，怕。白痴啊！那这样有射心灵吗？嗯，没有看到哎、欸。亚龙总也是三个，弹涂鱼，我用火的，我用火虫打哦。它是糖醋鱼。对啊，我用火虫打哦。那你出发了吗？还没啊。欸，你买了哦？是，我觉得这个动作很棒。我也觉得很棒啊！走啊！你还吃？我不只要吃，还要进帐篷。不是啦！你干，你还咬那么大声？干，我明天要去买那个飓风葡萄来吃，超想吃葡萄。飓风葡萄跟一般的葡萄差不多，无籽啊，没有籽。哦，那我也喜欢吃无籽。对，而且咬起来比较扎实，脆脆的。哦，想到就想到你妹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们都跑走干嘛？要干嘛？我等一下路痴哦，我要怎么走？就飙一下嘛。人来了啦！要哪一只糖醋鱼先还是？等一下啦，我找不到，我找到宝锤龙了。你标记我们啊！我要糖醋鱼来吃岩浆。哇，糖醋鱼这边有掉落物耶！我这边有它的足迹。哎呦喂、欸，你的足迹耶、欸！天哪、啊，摸一下摸一下。糖醋鱼竟然有足迹哦，太厉害了。对啊。有啊。它好多好多好多、哦，难得哎、欸。开抓！哎、欸欸欸、我好热，我好，我喝冷饮了，我喝冷饮了。谢谢。哎、欸，好多足迹哦，好棒哦！捡不完呢、欸，天哪、啊！现实。